接下来也是一首华语歌啊，那是不是大家这首应该是一首百年音乐的一首华语歌，送给大家这首另一首乡愁送给大家。那么同时呢，还是代表我喜欢听的歌都可以一样可以上台啊。如果说台上的一位歌手会唱的话，一定会给大家详细安排一首另一种乡愁送给大家。谢谢。
但是这些